29年前，一则突如其来的噩耗轰动了整个香港。1993年6月24日，黄家驹和 Beyond 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富士山的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不幸从2.7米的高台坠落，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6天后，黄家驹被宣布不治身亡，人生定格在了31岁。他被送回香港后，无数粉丝突破警戒线，只为送他最后一程。无数人为这位天才惋惜，更有无数人质疑黄家驹的死因。在黄家驹从高台坠落昏迷后，就被紧急送往医院。在医院足足6天都没有一丝消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的报道统一将这起事件归为意外。然而在警方的调查中发现，节目这几米高的高台上，节目的背景板居然连婴儿都可以推倒。看似结实的背景墙，其实只是个纸板子。连主持人都佩戴了头盔，为何节目却没有给黄家驹佩戴安全帽？在两人先后坠落后，主持人戴着头盔，屁股着地，只是受了轻伤，而黄家驹却因脑部先着地陷入昏迷。如此危险的高台上却没有做一丝保护措施。要知道，以往这档节目中高台站的人数都有严格限制，而黄家驹这一期12位嘉宾挤在一起却无人提醒，甚至有报道称黄家驹摔下后第一时间就被送往了日本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医院却迟迟不肯动手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只因为他们确定不了黄家驹脑部受伤的原因，需要一一先排除原因。在被质疑时，医院却声称这一切都是按规定办事。此时 Beyond 的其他成员除了等待别无他法，紧急救治一秒钟足以决定生死。消息传回国内，港媒震动，开始大篇幅报道。更有脑科专家指出，家驹脑部受伤必须马上手术稳定情况。然而2天过去，手术没有进行，日本的媒体更是报道越来越少，大部分只说主持人的事，对家驹的状况则表示一切稳定。然而6天过后，6月30日，他们口中一切稳定的家驹却突然传出噩耗，天才逝世，无数人为之痛惜。时至今日，黄家驹的死因依旧众说纷纭，黄家驹的种种奇怪举动无疑又给这起事件添上了谜团。黄家驹殒命日本真的仅仅是一个意外吗？他生前的几个举动在暗示什么？在出事的前几个月，黄家驹曾去找大师算了一命，无人知道当时的内容，只知道他回来之后整个人突然变得十分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对黄家强说，其实我的命很短，之后反复在家中练习一个动作，他反复在家中的沙发上或高处跳下，如果站稳就觉得很开心。黄贯中劝他说，你又不是练武术的，干嘛一直做这些？然而黄家驹依旧继续练习，仿佛他知道有一天他会从高处坠落。在出事的前一周，黄家驹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吉他卖给黄贯中，还将海阔天空的填词从欧耶变成了欧诺。在黄家驹出事的第一时间，日本警方甚至曾怀疑他是被日本黑恶势力所陷害，因为这种事件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就有2位娱圈人士因为太过耿直而得罪圈中大佬，最终从高台坠落导致手部骨折。许多人猜测黄家驹发布的专辑得罪了幕后大佬。1992年，黄家驹曾撂下狠话称，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批评一些歌手只会翻唱日本歌曲，靠参加综艺娱乐节目圈钱。这一举动让他得罪了无数圈内人。到日本没多久， Beyond 乐队就发布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带有家国情怀，还有一系列批判，此举无疑再度得罪幕后大佬。而黄家驹也戏剧性的被定格在了当年他最唏嘘的游戏场上。现在回头再听海阔天空，或许黄家驹早就预测到了自己的命运。不管真相如何，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黄家驹却再也回不来了，而他为乐坛留下了无数经典，时至今日他的歌依旧被无数人传唱，也激励着无数人。今年无数歌迷再度齐聚，齐唱海阔天空，纪念这位曾经的天才。这绝对是黄家驹被开过最恶劣的玩笑。2009年，四川台某节目中，一个叫棒棒糖的嘉宾却突然提起了黄家驹，并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玩笑。香港著名摇滚乐队必安，黄家狗的真的爱你。等会儿，香港的比洋乐队叫什么？黄家狗，黄家驹是死了，不死都会被你气死。没想到两人越说越过分，还将名字改成谐音梗恶搞。驹和狗不都是畜生？好，狗。当年这位棒棒糖选手又唱又跳时，大兵突然又开口说道：“在日本演出就这么蹦蹦。”
这种极其恶劣的玩笑触及观众的底线，节目一播出，铺天盖地的都是谴责之声，要求两人对黄家驹道歉。愤怒的粉丝直接黑进川内网，要求负责人道歉。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也发声要求道歉。迫于压力，电视台和棒棒糖紧急道歉，没想到大兵却死不悔改，还表示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自己不会道歉。这样的说辞让观众彻底看清了他的嘴脸，抵制之声也越来越大，大兵也终于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直到2016年12月，又有网友爆出他在一路口与交警发生冲突，并出口成脏，嚣张至极，要求封杀他的呼声再次不绝于耳，他的事业彻底没了影。曾经的他搭档齐志是相声界的新星，最火的时候甚至比郭德纲等人更甚，然而组合火了，大兵却飘了。他与齐志分道扬镳后，事业一路走下坡路，说的博眼球的话也只是让观众对他印象更差，一个恶劣玩笑直接葬送了他后半生的前程。如今50多岁的他早已被人们淡忘，不知道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所作所为，大兵会不会有一丝后悔。